看到他们试图用水去煮面，可是说真的，一个电线器的用水根本没有用，烧起来起火点起来之后，然后就往上二楼，结果就一下子就非常迅速往内，刚好又是一些摊商，有的人都没有来，东西杂物一堆，我是就快到摩托车都来不及牵走了，根本就来不及，因为那个瞬间起来的时候，我是就那个一发不可收拾，因为都是一些超级易燃物啊、塑胶的东西，然后就开始火势一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蔓延了，非常的快，可能不到一分钟，整个火势就整个就烧进去了啊。